我们今天录制就是这样进行的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成品，肯定非常的不错。对，然后我给大家参观一下。动物园一道，是蒙古舞啊，蒙古舞啊，人形猿猴，哦，羊羊好可爱，大家走过去吧，好。笑什么？想想，难吗？好玩，嗯，只是好玩。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有点可爱，看一下。这是我们微生物学校的校草，他叫肖俊。你看他的时尚，上面是一些校服，下面是一个短裤。他现在准备给喜欢的女孩写情书，然后请教了隔壁班的学长。还没有想好。他现在准备唱歌。唱歌给他表白。一边唱歌一边表白。果然是我们的肖学长。来，路人过来合影了。你要吃是吗？对。能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东西吗？芝士。Oh my god, delicious. OK.